吃苹果，他们吃苹果。爸爸在吃食物。就是。哎，这是。他在吃火龙果。火龙果。有，他有苹果，也有火龙果。他有苹果，这里。哎，这里是哪？这里看一下。好可爱哦，有没有？他们很可爱。那怎么会有绝句？他，主人给他吃啊。 要准备下去了，主人给他吃的啊。11:30，你要不要送给他吃？我要让他吃水果。好好好好。你可以买给我吗？我们这里有啊，阿公拿给你吃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进来，我们去外面吃。这里里面不能吃。很多只，不是只有一只。很多，对不对？多只哦。爸爸。哟。 对啊，人家站在那边啊什么的，你要跟他握手吗？跟他握手吗？